者王子涵台北报道，蔡依林将发行 PLAY 世界巡回演唱会 LIVE DVD BD， 仅限在 TICC 举办。JOLINDOUBLEPLAY 粉丝同乐会与签名歌迷同欢，事前准备了105首歌担任粉丝点歌。为此 JOLIN 更提早11点就到现场彩排，他笑说怕点到的歌不会唱，至于最害怕被点到哪首歌，他则信心满满说没有。一开场 Jolin 先是现身观众席演唱寻魔，热闹开场，惹来全场尖叫声不断。由于天气飘雨，主持人黄子佼特别夸他，你是仙姑吗？知道选在室内。 JOLIN 则意外 TICC 长得超大，笑说刚彩排，哎，你们这花不少钱吧，我以为像河岸留言那种黄子佼也要歌迷带好带满。接住拱 Jolin 要不要和全场歌迷一一握手再结束， JOLIN 则大气说你们要我就坐那。在先高潮是前受访时，他也坦言明天就要飞北京工作，过年会提早休10天，初四开工。至于新的一年是否期待有人照顾，他则调皮回男记者说你照顾我啊。接住表示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有要刻意设定一个目标。先前他在脸书大方为女粉丝出车票钱，也透露对方心真的有来，非常的感动。其实你很喜欢某些事，很投入，会让人很感动，很想看看他本人。至于好友孙燕姿日前自曝怀二宝的喜讯， JOLIN 透露有传讯向他恭喜，是否会当前妈，他则说看有没有缘分吧，没有刻意。蔡依林记者王文林社，蔡依林记者王文林社，蔡依林记者王文林社。